新朋友、老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新朋友、老朋友，大家好！三位评委老师好，我叫郑继强，来自临沂市郯城县泉源乡后段贼村，今年27岁。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，送给你们一首《彩云之南》，谢谢。那是那里的天多灿烂，哦，你的眼里闪着温柔的阳光。这世界变幻无常，如今你又在何方？哦，原谅我无法陪你走那么长，哦，别人的天堂不说美的远方，不虚此行别遗憾。不是，我觉得看了姜老师的表情真是五味杂陈啊。我刚才一直在笑姜老师啊，他在旁边唉声叹气。为啥呀姜老师？不是，我就看见他我就过敏，我跟你说。你说是你是裤腿里跑进耗子去了还是招了一只跳蚤啊？你说他在顾顾悠悠，你在那。满天的繁星。我看亲娘啊，你怎么这么折腾人呢、啊、你这。我跟你讲姜老师，我看郑继强的表演，真的我让我来评价，我就四个字儿，真的只有四个字儿，就这四个字儿自始至终贯穿整首歌。奇痒无比。百爪挠心。我以为是蛇蝎美人。他关键一上来观众心里边说，哎你这浑身痒痒、哎嗯、后边观众都受不了了，你说。我觉得没洗澡了，你。就特想。特想揍他，那就我给他俩字就欠揍呗。